用错护肤品搞到皮肤炎，汤乐文急调理。昨日李佳芯、郑俊云、黄心颖、汤乐文等等就一起去到玩攀石训练，为《雨蝶同谋》剧集做宣传。心颖 B B 就话近年少咗运动啦，因为以前都会同一班朋友去练舞，但系翻到嚟香港之后，因为冇舞伴，所以就连跳舞都少咗啊。而同场嘅汤乐文咧就话自己状态唔好，攀石训练都玩得唔好啊。佳欣几日前都仲发紧烧啊。今日玩咧系个状态真系唔好，因为咧我前两日发烧，咁咧我唔知点解咧发。燒咧會全身酸痛咯，跟住手軟咗兩三日啦。又好唔好彩咧？我用一個護膚品，咁就入邊有激素，咁咧就變咗咧又變咗皮膚炎。皮膚炎係啊，跟住就搞到皮膚狀態差，跟住抵抗力呢排又差，咁所以就好多嘢加埋一齊就身體唔係幾好。睇緊中醫，而家就睇咗個幾月中醫，就去調理緊啲皮膚係。